这个他不吃啊，不吃了，现在我们开始抠他。看见会不会从洞里面跑？这个是一个粗洞，这里。这里有个粗洞啊！啊，摸到了，已经摸到了。哦，还在往这边走。哦，又跑了。还带不出来啊？跑了、啊？哎，要来？不见了呢？哦，往这边钻了。刚我都看到这里了，我都看到尾巴那里了。啊！你不把它逮起来？你夹尾啊？得了，刚才得多长来着？你为啥子不把带起来呢？钻钻了，往里面钻了，你不抠来了？来了，马上出来了。要踩死了，抠！上货，鳝鱼上货了。